全长3600米的弥敦道始建于1860年，是香港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在这里可以找到许许多多世界著名的品牌，香港裕华国货的总部就坐落在这条街道的中心区域。裕华国货主打产自中国内地的商品，种类多达10几万种。每天来自全球各地的顾客会在这个商场里选购印有 Made in China 的产品。裕华国货的掌门人余国春被誉为国货大王。40年来，他见证了裕华国货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而不断成长的历程。我想可以这么说，我们除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我们裕华今时和当年的裕华国货已经是不同了。1951年，余国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59年随父母定居香港。正是这一年，他的父亲余连庆和一些印尼华侨在香港共同成立了裕华国货，取其意为富裕中华。当年呢，就是1958年的时候呢，我家父呢收到国务院侨办，当时可能侨委邀请翻国内参观，参加国庆，咁啊就当佢翻嚟时候咧，觉得祖国地大物博，好多嘢都值得去海外去推广嘅。咁所以咧就喺嗰时候就嚟到香港之后咧，咁啊佢就觉得香港应该成立一个国货公司。在上世纪50、60年代。裕华在内地订货主要通过1年2次的广交会，而由于当时内地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完成每一个订单对于裕华来说都是困难重重。咁我哋喺呢段时间，我哋就要计划好，因为计划经济咧，唔系话即时你订货佢有货俾你嘅，今年订货快就系第二年有货供应，就个来起嚟都要3年嚟供应香港嘅。商品短缺，资讯不便，思维僵化，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当时的中国，很多人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978年，国家提出了改革开放，着重加强经济建设，对于裕华和其他的国货企业来说，可以说是迎来了春天。嗰時候我哋嘅商品就越嚟越多嚇，咁可以話睇得出由唔夠1萬嘅品種，譬如6、7千嘅品種，到我哋今時今日，我哋裕華喺依個改革開放依個之下咧，我哋今日嘅國貨嘅商品咧係可以10幾萬嘅品種，依個係好大嘅轉化嘅，而且依啲商品嚟講咧係可以符合市場，因為他們經過這個改革開放，知道了是市場的情況，他們知道自己要生產多少。改革開放後，市場化的運作不僅使商品流轉更加的靈活便捷，也促使內地企業激發最大動能，提高了生產力。中國每一個行業都日新月異，一日千里。在余国春的裕华国货里，以前需要历时3年才能完成的一个订单，如今已完全不同。可以咁讲，今日你落单，可以2、3日内佢即刻送嚟，呢个睇出咧系改革开放嘅成果，唔单止生产系市场化，同时个信息同埋个物流嗰种嘅发展，所以我哋嘅一资金可以比较灵活来运用。从香港德辅道的200平米的店铺，到如今遍布香港的12家分店，裕华国货服务大家已经成为香港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裕华国货在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2013年，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既有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给于国春和他的国货生意打开了又一扇大门。裕华国货仅在新加坡一地就成立了六家门店，持续增加中国品牌和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为了方便东南亚和中东的这个市场，我们新加坡都开设了我们的这个百货公司。在这里我们将这些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和我们那种的电购啊、邮购啊，我们都介绍出去。景德镇的瓷器，安溪的铁观音，湖州的毛笔，杭州的丝绸，通过裕华国货多元化的销售渠道，世界各地的顾客都可以很轻松地消费到富有特色的中国产品。在多年国货经营的过程中，于国春始终牢记父亲的叮嘱，不遗余力地传承中国文化，让世界通过国货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中国，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当时我在外国回来的时候，我参与公司的工作，我们的商品都是比较一般性。到今时今日，我们不单止是多元多品种，而且我们的品质是已经是提高了，大家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很骄傲。爸爸经常都提醒我，他说我们做国货呢，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一定要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商品和文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方面要有信心。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9月底，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让香港连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10月底，港珠澳大桥开通，使香港到珠三角地区的陆路交通大大缩短。这一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即将推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不断加快。于国春认为，现在是不至于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重大机遇，应该要好好把握。我想我们香港很有幸能够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和我们大湾区的一个发展。我想当这个大湾区的经济容量很大，如果我们要乘坐这个机会，我们要开发跑出去和引入去，我相信我们会更加发扬光大。完成一次订单，从3年到3天，于国春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变革。在中国社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下，他和他的国货生意将随着大湾区，随着一带一路走得更远。从裕华国货的总部看出去，香港的弥敦道人来人往，喧闹繁华。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于国春依旧信心满满。